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帝王陵墓。三个躯体的我们都解开了，那就把这些东西都玩掉吧，再来进行主线。What's happening now? 杀死军官。Arno, what cheer? Greetings, citizen. Strange. This is my patriotic duty. Your back. 那应该看不到我才对啊。我居然刺杀的不是军官，哎呦，糟糕，我没有药品。No， 啊，哈哈哈，没有药品。哎，对，讲到药品，昨天枭雄也没有药品。我昨天我几乎没有被击中，就是了。好像有中一两次飞的，但是靠血量应该不大。飞刀。Where are you going? I want. Ah! Citizen, stop. 我先找一下附近的商店好了。Come near me, you're a dead man.有了，这边有商店。地图上的雷诺豹终于消失了。说不定这个，哎，你们又，你干嘛呢？敲他啊！二楼的说不定不是雷诺堡，
看一下。一样。好啦，不管怎么样，我们终于把雷诺豹的标识消掉了。找到你，拜！哎，没有死哎、欸。这炮看起来很帅，威力实际上不怎么样，就是。那毒气呢？起码让我看一下你剩多少血嘛！刚刚迫击炮炸到，应该很剩没多少血。这样成功一个，我觉得这武器虽然帅，但它子弹量太少，没有手枪，突然不太习惯。哎呦！居然藏了两个人。There you are.最后一只，好，好，打开了。两万，好多啊、哦！我挖这么多钱干嘛？幸好曹操没有用招。哦，最后一名军官嘞，没有看到啊。哇啊，看到了，在上面。哇哇，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怎么办？就毒气。
以为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投正迫击炮，可能大概了。中吗？感觉没有中啊。嗯，他刚躲起来了。赢了。啊！再把我吊出去！我操！我操！这中毒了！然后损失一点血，杀掉大量的敌人。啊！太好了，不用重打，直接跳出去了。去人家商店了。What's happening here, Arno? 我觉得看了枭雄之后，他的动作就没有说这么的强大。枭雄战好快，好强哦！对，双胞胎姐弟。嗯，虽然这雷诺堡一定是 bug， 不看。那还有一个，在想这个枪算不算是重器？虽然它的动作跟重型武器有点像。啊，他没有给我点数，我没有办法点点看重型武器精通。也太不精确了吧！
这个好秘密的感觉。问题是我进不去，他一直乱冲。进去啊！这个敌人好多哦，我看能不能让他们集中一点。好像不够集中哎，再集中一点好。居然都没事。还是说我要丢这边，让他够靠近。好，这次总会死人了吗？他跟范围有关系。我还是换为烟雾弹。找到一位。发迫击炮射来去，没了。哦，我觉得这武器太废了，我要把它换掉。对，好的，忘记我还有这可以用啊。在做什么？那也太蠢了，只记得手枪，完全忘记我还有幻影之刃。等一下，你给我出现的地点也太糟糕了。
are you, Fred? Where the church no time for debate, Hinderer! We act! Cut out the nation's cancer! Traitor! I'll keep my suspicion, chaos, your mother's milk. 是说好像挺适合这个的。 没有多少人，而且我还被注意到了。这个武器真的太慢了。 在房子里啊，在房子里，一个。 都还没结束的话，我觉得我只能先劫掠一下。
不太妙哎、欸，要有点药品。不要跑急刹！为什么卡住？哎、啊，卡刃！亚诺，你发什么呢？我觉得我得进到房子里面，太多人在上面了。死亡转角，多杀一点人，多偷一点药。什么？你们到底怎么看到我的？我不是在你后面吗？DLC 居然还有更多的 bug 没有修正，这应该可以死亡转角吧。不用，直接射杀。谁看到我了？啊，枪兵啊！讨厌的家伙！哦不，既然武器那么烂，就得想一点隐匿的方法。这样的话，一次就十发。说我要怎么办呢？只能这个吧，可能是要换个位置，这边不行。先把等一下可能会干扰我的蓝兵给杀了。哇！这下怎么办呢？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集再会，拜拜。